这是我们的 Harris 讲健身馆里面二楼有这一些的，算是一个小游戏室，还有这个人生四格的拍贴机，很适合毕业的时候来这边拍，因为它有这个毕业花束。然后呢，有一些好多头饰哦。哦，还有很多娃娃。再来呢，这两个人在玩这个标靶，不知道这叫什么。然后跟这个也不知道名字，投篮机、足球机台。哦，还有咖啡可以喝。咖啡的贩卖机，还有这些基本的东西，跟饮料机。